我现在呢，光线有点暗。OK，来了。我现在把这个搅好的面团倒下来。呀，perfect。那我们准备来做面包了。稍微的揉捻一下，我的米饭粒还一粒一粒的，哈哈，超可爱的。我拿一下磅秤。然后这就是我们自家做的这个绿豆沙，等一下包绿豆沙，来稍微分成凉拌了。好啦，我们准备把它抹上一点白芝麻吧。绿豆沙面包，然后这两个是没有包的，就当常规面包。明天做果酱。可以跟学员一起分享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绿豆沙。